有吼，啊无关静音，你都关静音啦、啊。哎，各位同学们，大家看哈，我的名字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名字啊？因为1950级的，也是在我们台民政府啊到美国去的时候，一个记者招待会啊，把那我们的主张哦啊，再跟弄破坏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是美国军政府也看来的，按照战争法来，我们的台湾民政府。来了，假定弄破啊，要用台湾政府、公安大人主管呐、啊，而这样子在美国要记者会，所以说来美国的时候就生气哈。哦，那他也是讲师，咱家新闻这个中立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哈、哦？原来法律的时呢，咱他们外国他个切不讲，就是讲，因为长时间中华民国，伊是有麦克赛，就是迄个最高统帅型哈。因为他远东，以皖东军的苏联啊，蒋介石，而一号令叫伊来遮哦，接是接收了，哦，那是1945的10月2号，所以把迄日一干当作光复节了。安尼阵啊，西洋空空空，拢唔知影咧，啥物叫光复节咧？哎，即摆即个节无用，你知吼？迄毋是光复节啦，迄叫来接是来接收尔尔，伊接来是拢变异的，你知？吼、哦，啊，当然伊伫中国大陆用挂出来了。哦，这段历史，我想讲大家各位来初级班，然后高级班吼，即个江苏前前后拢会讲过，前前后拢讲过吼。所以咱来遮咧上课，上条讲很不简单来，为看网络来，为咧亲戚朋友介绍来。那不管你是安怎来，我咧今天我们接受了教育了，今日教学教育，你来虽然读三日，以后过三日，过一个三日，过两日，加加起来的时阵哦，我讲吼。比你伫外口咧读者十档哦，靠用靠路用就对啦。吼、哦，你也感觉足奇怪，啊，我咧拜五拜六礼拜来尔，啊，佮后厝个佮拜六拜六礼拜，咹三日佮较三日六日尔，哦，以后佮来两日咧，我伫点招呼，以后佮来专训创啥物话，加加来一两个月时间尔尔，我伫外口咧读几十档个咧，但读个根本水都无路用个，迄、那个教育敢若麻痹你啦，你看阮读偌济册。哦，为小啊，迄个皇宫大陆区，哦，你这少年人拢无读着啊，册包歹咧吼，啊，开始伫学校门口出来吼，好、哦、啊，就站，好、哦、啊，皇宫大陆区，吼、哦，啊，什么大道二口皇宫山，迄种细汉的心吼、哦，开始读册，就思想被麻痹啊，啊，恁即摆少年迄个仔拢无咧，无经过这段啊。啊，我著经过这段时，慢慢的成长，伫大汉。你读时，但阮迄读册时拢奇怪呢。吼、哦，阮开始入读时，诶，这中华民国的时喏，伊咧伫中国大陆，啊，该走遮来啊。慢慢啊，迄个找一寡迄个历史证吼，啊，人伊加问长辈的人，吼、哦，迄阵囡仔嘛，我猜了，比当然伊这个比恁较少呢。读册时阵呐，啊，问许多人。啊，给问，啊，即批咯，整个铁甲兵啊，哦，顶下社会派来哦，穿草鞋，穿派来，啊，都走咱台湾的呀，诶，那讲咱台湾是伊个咧，迄阵刚来这疑问呐、啊，无即个法律的基础，所以伫咧接受教育的时候呢，伫咧成长中都接受他的，包括咱台湾朋友，伊该讲清朝挂日本，啊，事实上唔是啊。用简单的来讲，嗯，啊，就讲我战争输的是清朝挂日本啊，啊，你挂日本，其实是安尼呢，就大清帝国皇帝哦，啊，清楚，我那些大清帝国皇帝，主要啥？台湾偏我永久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皇帝陛下呢，是安尼呢，唔是简单个讲讲啊，我迄个是喏清朝挂日本呀，迄个简单三人顾问尔尔。就看那个法律基础的呀，所以你看成功啊，日本起码是日本，起码在日本干四个多年啊，你知道？还叫做新的日本呢、啊？二次大战以后呢，
美国改制造新的宪法，很奇怪啊！宪法家己国家做，现在你美国家做啊？啊，潘雪要你的战败啊！咱的母国就是日本战败啊！恁这少年的阿公、恁阿公、恁阿妈呀啦，话较大的讲是大人，日本时代的人，而且日本时代日本统治日本国籍嘞，那会讲是即马中国来？咱阿公阿妈生的，咱囡仔孙仔煞变中国人去？哎，真的有够不合理，但是咱别安那想啊。咱以前讲的时吼，咱祖先有真侪讲，迄落中国迄边过来啦，福建啦、广东啦，那翻哩围山水安尼围出来。但你若想讲的很矛盾的所在哦，中国说因真诶讲因是因诶啦，足奇怪呢。迄是清朝呢，所以因的国籍甲咱改时阵哦，无征求咱的同意，你知影无？这违反国际法，所以咧顶个月。我也其中一轮做就对了，咱的秘书长夫人，吼、哦，我那做迄个美国开国际记者会啊，就先呢，个日二月二八，美国时间是二月七，咱则是二月二八了吼，啊，正式个个美国过，第二届过，第一届是2006年10月24日，吼、哦，迄阵啊过的时吼，对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我大记得吼，什么叫本土台湾人？就是伫1945年9月7日以前生出来，以前哦，迄叫本土台湾人。1945年9月7日以后生，迄个本土台湾人后裔就对啦。所以你呐，这个有一个年个界限啦。为什么1945年9月7日啊？因为15日时阵，初六甲初九，美国用原子弹定日本嘛，所以8月15日是宣布投降啊。所以了咧，九月七日迄阵来咧接收的这这一个界限呐，所以唔是天皇宣布迄个时间呐，是用啥呢？用来接收这九月七日。所以以前呢，咱是本土的，所以呐，较少年呢，你也找阿公阿妈就是安尼嘛。所以为什么需要呢？这唔是讲咱讲这个话叫做本土大人，唔是安尼讲啊，唔是用语言来咧迄落。你要出生在你伫日本统治的时候50担嘛。所以，伫这个以前，恁的本土的，但是咱拢想无啊。美国跟你讲啊，讲你落去火箭所吼，迄个讨啥呢？讨日本时代的阿公阿妈，还是时代的天本楼？诶、欸，怎啷想讲要对讨啊？搁用手笔写啊？即马拢用迄个拍字，噼噼啪啪就出来，闹迄个笔写的。我头尾讨人讲，唔知讨有无呢？结果我哩。我哋三民窟啊，一套吼，一印出来吼，吼收下啦。嗰个日本时代几番地几号，看起来讲嘿真正呢。来美国真厉害，美国知影日本这个火箭吼，全世界一流诶。所以早时吼，咱有保留迄个火箭嘿，所以叫咱套，因为你要证明讲本土单人是唔是吼，歹讲啊。你的证件贴出来，拢中华民国呀。你即摆咧用的钱哪拢中华民国诶，好对不对？啊，你别讲我是本土的，啊，唔是讲咧讲话啊，讲北语，即摆大家陆陆叫啊，啊，岛内也讲，啊，咱岛内来啥？有讲客话呢，有讲原住民山地话呢，还佫讲咱这个河洛话啊。啊，你别讲你是本土台人，啊，主要那呢用尼个，改用证件嘛。所以咱即摆请留身份证，各位来听有吼，咱在座要无请身份证的？要袂请身份证诶，本土单人身份证诶，无几个啦吼。恁国手内底当来请，即个身份证100%对咱绝对有路用诶，就对啦。无偌久，毋是你也看，中华民国身份证就失去效用，把中华民国国籍会改掉去，因为他违反国际法，所以咱顶个月去过诶时阵就过一劫啊。当初你1946年1月12日用。行政命令，甲咱公布啥呢？公布讲，1945年10月25日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遮生的人就对啦，完全吼，拢、哦、改做中华民国国籍。一六是啥？讲予敌人吼、哦，咱台湾去，迄个敌人占去就对啦。即卖吼，恢复倒转来啊，所以必须爱用中华民国国籍啦。会真来笑死人呢！大清帝国含你中，含你即马中华民国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你大清的时候，何你中华民国引导伊啊呢？安尼继续吗？啊，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导伊嘞？
所以用这种不通。当初日本的时阵哦，甲迄个接受咱台湾甲平和时呢，又给咱两党的时间呐，两年的时间呐，依照国际法来。所以两年之内，我大日本帝国，我要统治你的时阵哦，你有哪会感觉不舒服啊？我著要做大清的人民，无代无志，阮迄个国家，较会甲出袂掉，挂好人伊啊！你心里不愿意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按照国际法，两年的时间让你考虑。两年后，我日本过来问，你若认为讲以后要阁做大清帝国的国民，我尊重你。吼、哦，若要做我日本大日本的皇民，我那是尊重你。两年后过来问的时候，全台湾拢总四千几个有千外的吼，已经就走啊，就对了。拢总有四千外，讲伊要做大清帝国的啥的主民就对了。所以绝大多数的时候，拢规条呐，改条换代，我就换日本的啊。所以咱这是日本留落来，哎呐，老不本姓的日本人啊，阿无就伊的后裔啦。所以有经过国际法来，但一个来时呢？你占台湾的时候，哇嗨啊！这原住民总起来批判呐，吼、哦，甲对他们小拍小台安尼啦，伊讲奇怪呢。啊，你清朝政府你都挂祸呐，啊，现在这些人吼、哦、不脱该批判呐，对不对？那他清朝政府搞什么呢？伊讲无咯，我改挂祸你安咯。其实统治的是中央山脉以西啊，咧三分之二不到三分之一咯。咱重庆办有哪用着？我你看，迄地理环境啊，直接贪尿啊，有无？像一个蚕的那个就是扣掉东部，中央山脉的国境无？安尼一条啊，尔尔啦。迄当时法国敢咱画的地图啊，那些啦，有够准的吼。你也想说是迄阵啊呢？所以清朝呢，伊咧就隔壁，迄阵我白书教的时候，连隔壁厝拢挂挂好人就对啦。吼、哦，迄不是也挂挂好人伊啊？但是所以日本来遭有真大的挫折，就是无多啊。所以日本较用啊啦，好，我按照国际法来，那我就要征服你啊，用征服的。所以十党哦，十党原住民也好，平埔族也好，甲日本人也好，思想化偌济讲，迄十党内底啊。所以一直到1937年，甲规个台湾甲皇民化，甲皇民化。国民华西的1937，但是1938、1939数控，数一四党了，对不对？在1941年的时候，就是日本下一个诏书啊，把台湾配合行哦，纳入我大日本神圣不可分割领土。迄阵啊，那不是殖民地啊，那殖民地会使呢，挂来挂去，卖来卖去就对了。吼、哦，我那证书我都卖出去，按无了。好给我就买出来哦，反正迄个不是我本身的领土啊。但是下诏书来的时候，要做神圣不可分割的时候，就比你的两个真重要的要件，就是我来当征兵啊，我来当这列兵啊，因为我觉得效忠的对象。个另外呢，就跳水，啊个另外的时候呢，就讲参政，所以咱有派人去参加国会嘛。个另外呢，咱有。志愿军有无特工队遐啊？犹如特工队的心哦，弄到美国惊着，你知影？所以用这个机会，甲各位说明讲，当初美国伊把战败日本了的时阵，与越岛攻势跳过啥？跳过台湾为奥克岛下去，这是造成咱台湾人的命运啦。如果美国伊呐一块岛一块岛安尼拍过的时阵呢，咱台湾哦美军登陆，美军登陆的时呢，有可能呢？迄个时阵，伊美国托管，可能交联合国托管，然后按照联合国迄个主张为先吼，互恁主民主国来安怎，迄种未知数啦。但是咱当然命运呢，马加萨时喏，为着我伫台湾遮个思想较济，所以用美日搞有无，作势来轰咱台轰炸台湾啦。我高雄时，我知影，我着捡500磅诶。迄个炮弹，迄个配啊，500磅的，迄卡头个新疆500磅的吼，在炸。我有啥印象较深呢？一进来咧轰炸的时阵吼，我拢秘伫红光河嘛，我咧阿伯红光河。啊，即卖时吼，伊在炸，
我遐住伫三望宫高雄，若住伫高雄，你知吼？高雄三望宫附近啦，阮有个太岁爷庙啦。一个战争了时吼，吼，阮那是大人，阮阿妈拢讲啊，吼，阮这拢太岁爷保庇啊，因为两粒炸弹吼，讲落来时阵吼，直咱个庙顶安落来，讲起来一阵风吼，拢扑一个拢走去头前，阮个迄个太岁爷庙头前有一条溪啊，有无吼？即马就是迄个运河无？较早迄个溪啊，弯弯流、弯弯溜溜的，会当落下下迄落鱼啊的，迄溪啊，迄条溪是较早时伫清朝时代吼，会当遐迄芳船呐，芳船遐出去，啊为爱河，爱河为先玩出去，就啥再糖啦、再盐啦，之类的就对了，用芳船咧载。来这条溪啊时哦，以后都市计划拢会掠滴哩，搁狂阿姆陀啊，啊所以阵啊是迄落瓦埋啊，迄、那个炸弹时啊，讲侬。福起来为头前个落瓜埋落吼，总为海林落吼，迄、那个溪啊落吼，啊总无爆炸。啊，你搁另外一点啦，讲起落来时喏，我海啊，遐个人拢一直咧祈祷祈祷。哎、欸，一阵风拢扫去后边吼，迄、那个附近有咧做导游个啊，迄导游趟有无拢一趟一趟个导游啊？迄、那个炸弹都落迄个导游趟落啦，那个无爆炸。所以细汉个时喏，伫大汉吼，拢听阿妈讲。哦，两粒炸弹吼，拢无爆炸，啊，咱拢大伫这个所在呢啊。所以伫阮太脆也是喏，一直前开始就是喏，哦，底下人就发推就对了吼、哦。这是讲有影无影唔知啊，种是大人讲嘿，吼、哦。好，就是大家心咯，用这炸弹来，伊说无定力，无定力是变成啥？你知影无？所以今仔日吼，咱的个性吼有精英就对了，因为无定力。必须叫蒋介石，因过来遮暂时管理的时，因为安怎呢？有咱台湾人去甲国民讲啊，讲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啊。有这句话伫国民内底列入记录，所以迄阵也是了美国无从管到遮来啦。既然恁也是台湾人、中国人，安、啊、怎恁管管了差不多很老啊？在讲迄个时阵，二次大战结束了，越南你会记着无？越南。二次大战了，蒋介石底下二十万大军啦、啊，二十万大军伫越南嘛，因为阵啊中南半岛有无？英国啦派军来，有一出真有名叫做啥？桂河大桥，哦，你有听到无？桂河大桥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英军啊来自中南半岛，中国军啊来中南半岛，所以特地一时阵呢，二十万大军伫咧迄个越南边，叫你也想。人家出一个高人呢，胡志明啊，胡志明讲好啊，哦，这批中国军，敢那蹲你家，啊，咱就袂出头天啊，因免嘛，够有力通拍伊吗？无错，结果呢，请求法国，用法国军队甲赶出去，所以今越南会变安尼啊，啊，偏偏到咱台湾，迄个时阵无出高人啊，啊，出一个甲咱讲是啊，台湾中国人诶，甲今仔造成咱的命问题诶。如果迄个时阵，哪有台湾人甲讲无咯？中国人，中国人咯，我是台湾人咯，我要家己安怎安怎？吼、哦，啊，今仔日台湾就无同款啦。所以咱的命运就是安尼。搁另外逃避过时，老实讲，对台湾这个所在，那行行啊呢？以前较早咧研究的时，若无发生二次大战，台湾是不过伫个呢西太平洋一块啊，地图看个一块所在尔尔，不碍眼啦，啊无堪要特殊的所在啊。迄个历史上，因为读着讲，哦哇，迄个葡萄牙甲西班牙，尤其上个葡萄牙，经过迄个时讲，哦，叫一个福尔摩沙，做做美丽岛安尼尔尔，对不对？迄阵伫美国是真遥远呐，迄美国迄个大陆，迄个美洲偌大，甲看过你咧，即讲水嘛咧水咧一块尔尔，西太平洋一块尔尔，还地图看一块尔尔嘛。迄葡萄牙是当下时喏，伫迄个。伫澳洲里啊，臭蛋！看我今日当南马的心哦，有对一个美丽岛冲啥？什么引起啥呢？引起西班牙过来，了我个荷兰过来，有无？哦，这段你初级的时候，有可能会甲恁讲到哦。哎，过来啊，造成台湾，无葡萄牙无登陆哦，葡萄牙伊是伫偏哦，无来咱台湾呐。啊，所以即个只荷兰呢，也是头是西班牙，另外伫这里北部啊。所以淡水城遐红门城无，即卖红门啊，遐红个还佫低嘞啊！吼，啊荷兰即来遮，所以因遮头毛拢无啥烧伤，
因遮离开咱台湾的时阵呢，因留一挂证，迄、那个话啦吼，咱讲的物件吼，拢较实用个啦。因为咱出来叫遐拢阿蒙啊，所以你若讲啊讲，阿成迄个黄辣椒吼，迄黄辣咧只个椒啊，哇，变得较香啊。迄黄辣椒就是人家客来迄黄辣椒啊，好黄辣花啊。那较早黄辣黄辣咧用个花啊，啊较早咱唔是咧，啊即摆伊也知啦，哦，迄切到八四到三，迄个种就是迄黄辣咧用个遐，迄黄辣花咱只两个老咧，老一辈拢叫做黄黄辣花啊。啊即摆伊也讲是赖打，吼、哦、有无？阿伟讲火鸡啊，对不？咱讲是赖打有无？阿伟啊即摆北京讲叫打火机啊，但是阮较早细汉时开始就讲了黄辣花啊。啊！你用油，黄辣油啊！迄黄辣咧用的油，诶，诶，真实用诶。即拢迄边因炸过来，咱头一下台湾也无即个物件咧。搁一个咱较实用诶，叫哪？阿姆土啊，阿蒙啊咧用的土啊，哦，有够好个啊！吼、哦，而且咱讲伊即个北京讲水泥啊，我即下无咧讲水泥，都是含中国咧讲即水泥。咱来别台湾讲，我来讲阿姆土，对不对？咱含台湾来讲迄水泥，无水泥。啊，水泥是直接翻过来呀，哦，啊，那讲这阿姆陀是用是用呢，啊，这阿蒙啊，因砸过来迄个用的土啊，所以因呢老好一寡这语言来作是用的。另外，外久外讲，我真也是要讲阿姆陀，对不？无咧讲讲什么什么水泥啦，那是讲阿姆陀啊。这是安那呢？因这外来通敌的时喏，时间拢真短了，拢真短。来对了台湾呢，就是咱住伫这的人。你文化上过敏，老实讲吼，有啊真大啊影响。所以咱卖讲电信讲啦，因为我若要讲哦，要讲这段历史了真久啊吼。所以讲简单讲，为蒋介石过来了，伊就是那咧1949吼，1949啦。那恁讲看了38年吼，伫民国38年，是1949的时喏，伊大撤退了。就是安那呢，共产党的时喏。全灭，该驱逐伊啊！啊，你赶出来走。伫要走以前的时阵，老实讲，有人讲，中华民国哦，迄落要走路啊呢？那不能相信啊！1949迄个以前的时阵啊，哪里讲的时阵，靠人咧相信讲中华民国还有200万大军啊，那有可能讲中华民国要走啊？无人要相信。但最到尾也是呢，蒋介石四五个飞机坐咧走队，走咱朋友。一个月了，佮走台高雄，啊，一个月了，佮走去台北啊。伊毋是直接到台北，毋是直接到高雄，先到澎湖了，对啦。所以我讲安心咯，伊要逃亡，放下一挂人伫迄带啊，和共产党来打打杀杀。共产党用人民公审呢，各地方内底是呢，用各所在拢用人民公审，迄阵内面法官免检察官，拢免，拢用人民公审。对一个地方的罗马战士，对一个是吃国民党的头颅的，对一个是做地务部警察，哦，地方拢知影，拢抓抓出来抬。所以你毛泽东的时阵，起来抬6000万人啊，你拢较早吃国民党头颅去来吃呀。所以咱讲个，今仔日国民党咱也过了离开，还未离开台湾的心咯，话拢也唔知影，话头壳行行啊。有人讲我的国民党啊，即个中华民国落去落。过来十当拢是中华民国相关，那可能会走啊！各位，我只能法理上了，国际法律了。你就是占领不能并吞了，流亡不能就地合法。哦，各位，大家学理来对你读的时候，你记这几个就好用啊。因为伊是流亡政府，所以用英文名叫做 Chinese Taipei。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哈，对外可能不认识，简称叫做 ROC， 这不认识啦。所以侬也抢去台北，最近你的像亚投行你记无？台北就用个来灭通啊！因讲无最后底线用啥？用抢去台北，抢去台北就是流氓嘛！流氓在个城市内底哦，伊袂让流氓来台湾咯、哦。二次大战的是你记无？希特勒把法国占了，法国遐自由在法国是流氓一队，流亡到伦敦呢，法国啊，韩国呢，伊流亡到上海啊。但是二次大战之后，人家搁倒转去，法国遐流氓搁倒转去，因为希特勒战败，因搁倒转去。啊，同款呢，韩国遐倒转去，因为为啥倒转去？伊有要因家己的领土，
一个合法的领土，来为了中华民国袂当等于，因为阿那遐用食物啊，遐欧洲食物啊，唔是欧洲啊，哪遐个款哦，遐食物啊，所以你这个收呢，遐用食物了，中华民国这个鸟笼飞出来，全部收啊，袂当倒等于啊，所以呢，收暂时间做伫咱台湾这个所在，啊，为什么伊唔是？一个国家，各位大家知道，因为他没有合法的领土，所以美国一直跟他说，你就不是中华民国，就不是国家，你台湾自己在呛说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都自己在呛的，自己在说的，自己在说爽的，你知道吗？在法律上就不是啊，那是中华民国一直在跟他带回来说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等于台湾，用那个等号要跟他等，你三等四等等到吼，咱台湾人都用出卖，拢为中国去啦。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它简称什么？简称中国。中华民国它简称中国。中国等于中国，那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等于台湾等于中国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，等于中国等于台湾。各位用这个麻痹人，尤其骂你的执政的时阵，要用这个头神经。个民进党的是蔡英文，你心里朴素，你竟是台湾人附托你的，你今要选总统，你看选得对不？你看会选不？大家等着瞧是干咩呢？这大输赢。个台民政府是个别国了的是，就看这个你来看嘛。你蔡英文的心就背叛咱台湾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台湾等号等到中华民国而已，中华民国宪法抓头抓尾哦，无一条。讲是台湾是中华民国的，白纸黑字足清楚的，包括中国大陆也是，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 PRC， 因的迄乱内底，因也唔敢写台湾片，我是因的，所以讲这两个兄弟啊，这两个兄弟啊，拢一直讲台湾是因的，因咧讲了太过了啊，佮加一个民进党袂，这是外来政权的是最明显的，你为了选举。为了长时间配合国民党底下来教育，结果迄个是，好像毒苹果、迄个苹果看起水水啊，其实内底有毒啦。咱不是咧批判我那主亲的民进党员呢？为什么当初是用叫啥呢？台湾自民自决，咱家己民进党是台湾自民主决啦。我想大家拢有人接受嘛，因为咱讲啊，把囡仔台湾吼，要早过来好啊，慢过来好啦。一一点点，大家来做位三甲生活拢要紧啦。所以，咱就台湾自民自决这个国语言啦。但是到1999年的时候，民进党甲咱改了，党纲甲咱改了，把这台湾自民就来个改做啥呢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但伊的名叫啥？伊的名叫中华民国。拜托诶，你是咧政党，咱派你，咱推你出来先咯。咱今仔有受管理是了，把台湾就等于中华民国嘛。你是管独立国家，你是个政党，嘛见你个标榜安尼啦。我就要吸收，吼、哦，即下处理当独立的老百姓的票啦。你用你写，但你用中华民国时，你要吸收中间的选票。我讲哦，你失去你地位啊，因为你要把台湾这个历史地位先咯弄清楚。为什么你来咧选总统的时咯，你必须爱美国？搁爱日本，你有受什么关系啊？我咧选中华民国总统，我你美国甲日本有啥物关系啊？但是为啥你爱去？伊袂甲老百姓讲啊？为什么你袂去中国？你人个票完啊？我爱台胞，台胞一大堆啊，拢为了选票呀，是毋是呢？马云啊，咧选的时候，拢用飞机一台一台过来啊，迄毋是拖拉机啦，迄是用飞机啊，是毋是？都有台商讲这边钱也要紧啊，啊无打折优惠啊，遐选票直直过来。你若讲为着要选举票，你中国还有关系，你就过遐落啊。你一个候选人过中国遐，遐优票落啊嘛。为什么这个所在袂使去，无去？你可能不知道呢，这个。啊？他在讲啥？没声，我让他造出来。他都突然一个造声声出来。是不是？那个行动电话造出来，
为什么一个召集崩塌美国？你可想而知啦。迄就是美国和咱台湾的陷入彻底的关系啦。为什么日主大战有苏联、有法国、有英国，包括有中国？但是你自家选总统的时，为啥无到法国、无到英国？要什么啦？沾不上边呢？和咱无关系。危机关的拢走去美国甲日本呢？迄奇怪，这好选人？难道你袂想讲，我为啥较来走日本？我为什么较来走来美国？你袂甲老百姓报告吗？无啊！按无你美国是啊，拢要募款。吼、哦，伊美国遐日本人，咱大包济啊。所以你讲你要选咩的时，要赢国民党，所以这人拢会钱就出来啊。把咱海外这台湾人也是当作哪，当作凯子，拢遐咧募款呢啊。安尼无你中国大陆无较济啊？为啥恁无要过？所以我想今仔大家受高级班的时哦，把思想稍微调整一下的时哦，而且讲美国和他们这些关系是啥？用台湾关系法案的时哦，内底啊，一个处长尔，内个在咱的总统哦，指指点点呢，这是你拢唔知影呢。后壁啊，当选掉的时，美国一个处长啊 ，AIT 的处长啊，是不是呢？更是。我住喺个一处长尔，去三楼的办公室阿边啊，三楼我有去过啦，但我唔是只个办公室，我伫隔壁国际厅，吼伫遐食饭诶，伫国际厅伫遐隔壁呀。讲啦，这个不能说，你这个不能讲，你这个不能发表。嘿，一个处长甲咱算出来总统，诶叫做指指点点呢。所以阿边啊是你记无？公开。讲了四不一，一没有，你会记无？伊讲我要主流台湾独立，你等于无多，我无多，啊，恁也无多啦。吼、哦，迄阵咱听起来是喏，吼、哦，规个阿叔呢？啊，你无多是你无多啊？为什么把所有人台湾讲无多？错误唔是，是咱，因为咱唔知啊，咱唔知讲是喏，美国甲讲过，这里袂使，那袂使，袂使呢？啊，咱就连广东伊假搞的，你知咩？吼、哦，其实是美国改讲，你这袂使那边啦。美国是正港接来接占领讲嘛，但伊都无要讲啊。清查港的飞机哦，出出入入啦，迄都要因到造卡小强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各位大众唔知影这个，无来遮读这个法律，大众唔知影。包括我本身啊，小强，就我袂入来以前是啦，对这个唐明珠我行行啊。要把中华民国赶出去，吼、哦，要军队要飞落来，哈、啊，干那一动要选举，咱就输啊，搁要把赶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参加民进党啊，民进党开始的时候，美国国立公这个地区慢慢走向民主，但是民主是喏，因即马的民主讲，我老选总统啊，我老土地，我老人民，我老政府啊，人讲伊是一个国家，各位。这个认知就是咱家己安尼认知，但唔知讲这土地都唔是咱的，咱是住伫这来遮，但这个法理上的唔是，有二次大战的旧金山合约第二十三条，就是美国家是主要占领国。旧金山合约当时啥物？伫1952年4月2日成效了，但当时正白1945年啦、啊，经过这下子一当的时哦。卡签这个有48国家来签的，48国家内底，因只拢经过国会通过，所以因就负责代表来签嘛。这伫法律位置，全世界上悬的，恁知影吼？叫做法律的位置啦，上悬的，迄叫你联合国签的就对啦，旧金山合约哦。大家为了讲是，美国是当1979年承认中国迄边一个，加一个中国也是。把中华人民、中华民国，你挂出你的联合国迄阵啊，1971啊，挂出来了时哦，佮日本政府的时，迄阵还袂承认中国啊。所以1979承认中国的时阵，伊为了保护台湾，干这个台湾关系法，全世界都啊美国干咱定的啦，啊你老婆批条啊，这个法是咱那迄个无，唔是该定的，啊该定的就是说了算。我美国说了算啦、啊，奇怪，苏联看唔敢定苏联关系法、台湾关系法，
中国伊敢唔敢呢啊？为法国也买啊？为什么甲美国改？我著承认中国一个政策，啊承认中国的，因家拢承认伊啊嘛，对不对？法国、英国，包括加拿大，包括日本，就承认中国是中国大陆个啊，迄边代表全中国啊。来尾因为啥卡拢无讲？我承认了，我承认，我阁用一个台湾关系话，为啥拢无？唯一干了美国，所以1979年承认一个阮加拿大帕里斯的时喏，一个中国政策的时，伊该用一个呐，一个台湾关系法。你嘛干嘛作主管呢？你美国有啥物管理？甲定这個台湾关系法，来这是重要文件啦，就是咱个美国的时喏，叫做台湾本土。但是台湾关系法是用啥呢？用人的时候叫做 the people。on Taiwan， 你住伫台湾，即群人就对啦。不管你高山族的原住民，你当时过来，以前荷兰时代过来、清朝过来，拢不管啦。就住伫即来遮的人，包括咧中国大陆1949去用拍了走路过来遮，包括全部个埃克化，即个中间的走过来即来遮，反正安那呢，拢叫住伫台湾即个所在，所以用做 people on Taiwan 啦。但是呢，旧山合约哦，来得足清楚哦，伊是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。你唔能讲我字里字差就无讲啊 ，The People of Taiwan 是本土的台湾人啦。所以咱所有头拢唔知啊，无读这個法律，旧山合约袂互咱读，伫校啊，你读个台下相像啦。我有几啊做律师的啊，迄个朋友啊，我问讲，恁伫台下是研究所有读这旧山合约无啊？讲无啦。无读啥？有读的《开罗宣言》啦，读的《波茨坦宣言》啦。哦，这拢对这方面讲，有理。还是吼，迄、那个拜山去华人，啊，迄个酒，迄个演讲，啊，伊也唔困伫啊，都无人替人加配啦。啊，所以，伊小感冒着吼。迄、那个为什么？就任何用安呢？台湾关系法用安呢？就有一个差别。所以台湾关系法保护台湾住伫即来遮的人，伊毋是保护中华民国。但咱就任何的时呢，美国是只占领国，所以咱可以，所以各位，所以各位哦。像咱个美国的时阵，就讲咱本土单人无国籍，这变事实啦。美国爱承认嘛？因为当初的时，伊甲咱改做中华民国的，迄是强迫甲咱改啊，咱无要承认哦。第二点，本土的单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中华民国毋是咱台湾的政府咧。中华民国算外来的政权呢，伊是走路的政权呢，所以伊毋是本土的。第三点，就是按照旧金山合约，美国才是占领国，主要占领国。这是美国地方法院了后，先开始去高等法院。高等法院了后是更加加两点的哟。高等法院该讲哪呢？台湾60几年来是生活在政治炼狱之中啊！好，这个政治炼狱哈，这个炼，小弟我当然解释这个炼哦。在政治炼狱之中，可最后一点的时候，高统发言讲啊，就是因为行政部门，就是国务院那边哦，行政部门爱依照我们原告，爱履行咱原告的诉求，所以高统完了，结果去的最高法院。遐个呐，暂时停审了，暂时停摆，伊毋是该驳回，是暂时。即、這个中间呢，国务院派的书，伊也讲放弃抗辩权。放弃抗辩权，放弃抗辩权就是哪呢？就讲你以前讲的这一个这，我们认了啦。免到最高法院那边呢，美国就开始准备，你记无？奥巴马迄阵也是，
为亚洲兵的抽60%登来亚洲了，他国王军力，而且唔是那俩，把美国最精锐部队、甲精锐武器60%拢抽过来亚洲啊，恁你就知道意义在哪里啊？所以从美国这个动作开始咧做时喏，这唔是讲明仔做或安尼做后日呢，唔是，这个政策形成了是伊马上一步一步来。敌人家台湾民主各一时阵，那以后会变成怎么样？政权来换，国家要无伊啊！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伊暂时就咱台湾大念念。那好，人家台湾民主家人员怎么样？所以讲嘛，恁来训练嘛，哎，最起码4000个。为什么？出来时，人家照料时吼，各单位最起码要派一个人去啊，都派不出来，啊派不出来，无个个因咧，民进党也讲是台湾人，民进党是变哪做台湾人？你无唔对，咱台湾人啊，但你是伫对呢？你是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呀，所以呢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啊，因在跳舞吼，有跳舞无？吼、哦。一个中华民国民进党，所以咱各料中华民国离开台湾，等于伫台湾即来啊，中华民国体制一切归零，就归零就对了。所以这点大家爱清楚滴。唯一即马体制以外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，因政府现在唔敢出台咱，因为伊是中华民国是当初美国委托伊。委托你来管理台湾这个所在，这是政治上的。但咱今仔各美国是法理上的，这批人应该走的。当初你美国军舰甲载来，即马个你也甲载走，要载对迄你的代志啦。这个政权是你有美国可以的，啊，歹势，我甲你讨啊，唔是咱去虾米接啊，唔是咱要夜枪夜剑去虾米舞啊，唔是啊。是你要我当初的时阵，你不应该下面叫这批人来是干啥呢？二百个人多杀做的精英啊！佮耍了把剑呢，用38吨的盖洋，佮咱白色恐怖了。阮就是这个白色恐怖内底，早已绿岛头煎熬了，都唔是弄了底下外久了，伫绿岛佮咧加起来拢总15吨啊！啊！这间大学，阮读有学校，读到无学校啊！即马各位恁来去绿岛看，无这间学校啊！你要读也无当读，迄有够歹考的啦！哈！啊，只讲啊，足好考的，足好考的啦！迄是无机会、无机缘通去考啦！你只要甲骂三字就好啊啦！好、哦、对不对？啊，你落去一考着啊你啊！好、哦，你免读到45经，读到3民主义拢免。吼、哦！你甚至个3、2经，甲美国民党、美蒋介石压落去入去啊！你干哪？但迄种较轻啦、啊，迄叫你思想问题尔。较重就是吼，就像我安尼啦。你是外来政权，你走路的啦，你是顶社会派来哦，穿草鞋的啦，也穿也水分穿，安尼走路过来的啦。我要甲挂出去啦！哦，啊，一个人讲迄思想呢？你最起码3、4个、4、5个，安尼少少甲讲哦。就给你判判作当啊嘞！我第一次咪一判判12吨啊，你知影无？哦，安尼讲，哎，奇怪呢，都我们自己的同胞呢，日本时代你来闽南讲安尼吼，吼、哦，你讲嚯、哦，你是敢侵占，你敢冲啥个吼？上加只有29天，无一个月啦，29天啦，对不对？一个叫做我哦，超过129天的啦，伊呢，伊即马该讲啥呢？哦，你们想叛乱了，那我就给你乱判。我各位啊，叛乱跟乱判都要做病了没？啊，所以就是呢，因这批过来的时阵，就好像一个土呀，少少的一群有钱的。所以啊，我听阮时代人讲，跟阮阿妈讲，当初要过来的时阵啊，因为1945年，因开始有一部分要先过来，到46年过来的时阵吼，老实讲。我阿妈佫叫阮时代人，阮爸爸，阮你码头佮看卖，看讲吼，迄中国过来吼，讲迄咱的
投回祖国的怀抱。你也看卖，看遐中国兵啊乱用，安尼呢？阮是大人是喏，讲倒转来是，甲阮阿妈讲，阮在伫边啊，细汉听无啥有啊，甲阮阿妈讲啥呢？吼、哦，讲去乞食兵啦、啊，我头讲乞食兵啥？说乌兵、乌兵、蔡兵啥物兵啊？哎，乞食兵就是啥？讲顶社会派的，还佫穿草鞋，佫派两支枪啊，一支吼、哦、七九步枪，一支烟枪啦，咧食薰咧分枪，迄有无？食水薰的迄啦。讲派两支枪啦，啊，搁枪啊拉拉塌塌，啊，讲这是咩？讲什么建业？讲咱的祖国？伊吼、哦，我听阮，阮爸爸甲阮阿妈咧讲的时阵哦，哎，细汉听拢无，说什么？妈妈伫大汉，阮读三民国小啦。三民国小讲迄个时阵，咱的母国的日本军吼、哦，要遣送回去了。你若住伫高雄，你知吼、哦？住伫对呢？带你三民国小，带你教室，但日时呢，弄出来教室外口咧等，等啦，准帮来了要遣送回去了。阮细汉时的看哪呢，服装有够整齐，拢有甲白白白，包括啥，迄七角金金金啊，有袂徽章个啊，裤带遐啊，七角金皮鞋，七角足金片。迄阵咱唔知讲，这日本兵啊，啊听者讲，啊你要转去日本啊。整个无通做清楚，遮个人是安怎开？就讲建白那个仪容遐那好，哎呀，中国兵啊讲建硬个，开成机甲兵。但伫慢慢伫大汉啊，起来的时阵，咱的思想一个计划第二件哦，慢慢知影，日本遮要倒转去是安怎呢？惊讲吼，要让美国伫地面战啊！伫台湾的发生哦，地面战的时阵哦，总调两师的美国的关东军呢，吼、哦，伊个日本的关东军伊的精锐部队来霸守台湾，要准备和美国吃饼啊。吼、哦，就是美国关东军，哇，日本的关东军，吼、哦，咱即马断了个回想，吼、哦，莫怪哦，在这两师的时阵哦，真可怜，要不战掉了，讲要倒转去啊。精锐部队哦，你来看日本那阵精锐部队哦。有现在的美国的战略调整嘛，越岛跳过咱台湾为乌克兰玩下去。伊那伫台湾登陆时，唔知个死伤偌济啊。所以日本的预防，伊伫硫磺岛时死伤真济啦。所以呢，伫这个所在，部我的重军呐、啊，调两艘的关东军过来，要让美国吃命。嘿，结果美国呢，伊较不爱含你安尼呢，我接。我擒贼擒王，我直接拍到你门口顶去，就是拍到乌克兰啊！所以乌克兰那死伤真多呢。霸守着乌克兰，遐日本迄个指挥官将军，到尾七百自杀了。嘿，日本的叫做萨布赖了哈。就我这里、個，我自己啊，这里的萨布赖了。哦，迄个日本武士了，有咧精神，连讲家己七百自杀把紧咯，伊无爱做俘虏。伊伫迄个乌克兰话时阵呐，迄个时阵，咱台湾安尼跳过，结果美国无定量，所以结束时阵呢，咱台湾在迄个时阵命运一直非常坎坷啦。慢慢就去用出卖去，慢慢就中国收倒转去。迄阵啊，民军的一个会如意算盘，但冥冥之中，咱台湾爱含迄个所在。有田无沟，水无流，一定哦爱有分割的啦，哎，足奇怪就对啦。这段历史若要讲起来，会真久啦。所以我想有机会时，咱各家说明为什么咱台湾是日治大战到今年呢，经过几落个风波，包括这老蒋也是本来只了乌龟命的时哦，不应该伫台湾呢。美国要来叫菲律宾呢，那无代无去，你罕见爆发啦。所以唔是讲由他自己讲要安怎要安怎的，我冥冥之中的心哦，我来操盘，你知影无？所以汉奸爆发的心哦，变得哎，伊甲美国讲吼，我对抗共产党吼，做有经验的啦，啊，其实错误的，伊走路做有经验的啦，吼、哦，爱甲美国讲安尼嘛，啊，美国讲好啊，现在叫做冷战时期了，就是大战了的时候，两个集团，一个西方集团的美国。哦，美国啦、英国啦、法国其他这些集团，另外就苏联集团、遐共产党集团，你知吼、哦？
所以两个集团迄阵咱的冷战对抗，尤其是阿强的伊哦，是伊咧为这阵咧为北韩迄带呀抗美援朝啊，抗美援朝调了朝鲜，就是即卖北韩迄带呀。伊抗美援朝时哦，美国觉醒着，哦，这个共产国家唔是咧，伊的侵略咧，迄、那个侵略性咧造出来咧，佮造成本来美国是讲好啊，就大战结束啊，归去台湾平和，归去。好，中国去啊！吼、哦，美国也无要来管啊，对不对？安尼当然无清楚啊。诶，那也真是抗美援朝的时阵吼，和、哦、美国总统的时候也袂使，所以迄阵那个开始讲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啦。就是现在无迄阵啊，咱岛内有影人呢。搁一届咱台湾的时候，这个命运吼，各位伫联合国内底，迄阵两个集团在对抗的时阵，美国即来下心了，到尾啊那。在1971年，1971各位唔知出事啊未吼？1971年呐，就是因咧民国六十年迄一档啊。1971年的时阵，迄阵啊，美国国务卿甲这边讲哦，讲现在整个局势在变了。这个变的时哦，亚非有33个国家要挺啥呢？要挺苏联集团，主要美国这边还佫挺中华民国，就是。台湾这个所在，安尼因就规要停苏联了。为什么？伊讲地图拍开，好，无论人口，无论土地遐来看，那有一个小小台湾代表中国，以前伊哩都无合法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因讲安尼，这爱调整啦，变美国个改。所以美国伫1971年的是10月23，甲这边讲一声了，讲下来。国际局势在变，现在你把那个安理会席次吼降到了普通会员国、普通会员国，然后安理会那个中美印华书啊，这五大国的时候，那个你中国和平代替，你降到普通会员国叫中华民国普通呢，但是你永远有效领土台湾配合，佮加两块石头看你买无，就是那个金门马祖，吼、哦，你若买，你的中华民国有效领土就是呢。迄个时阵，周恩来答应，伊赶紧要去国际社会内底，因为从排斥20党啊，每一党的时哦，苏联拢提案，就是讲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爱代表中国，这个代表权爱因的代表，唔是就差的这个代表安尼，每一党提案拢无效，拢无效啦。你虽然是另外集团的，伊个头头吼，提案拢无效，拢袂过。你最后1971年的是国际局势咧变的时阵呢，美国也知影，啊个拄着个基辛格啊，吼、哦，想要迄落改变一个世界现状了，就逼这边。迄阵啊，如果老蒋来答应啦，头谈吼，讲好啊，无我中华民国就降落了金门马祖，迄两地也好，加加落来，搁台湾配合。咱台湾命搁唔是安尼呢？很奇怪啊！伊虽然讲是固定的计划，叫做汉贼不两立啊，哦，所以能够提出来。伊虽然我想讲奇怪呢，伊吼无答应吼，是毋是因个上帝甲讲哦？讲你袂使答应哦，伊信基督教个，袂使答应哦，吼、哦，因为以后即台湾民政府违反啦，结果还无答应，讲无咯，汉贼不两立咯，所以有汉贼不两立是把台湾立的时阵呢。中华民国在这个台湾呢，从离开你那个变国际上的政治孤儿，就是安尼落来。但因为咱的经济强啊，好拢搞一挂小朋友啊，你记无？拢搞小朋友，迄位人口哦，比阮三明区较少的啦，啊，土比阮三明区较少的哦，啊，一个国家啦，啊，你变安怎？咱有钱数搞这小朋友，中国这边去买新咯，好，伊都大个拢升级妈妈。剩了南山小国也无紧啦，反正大国声音老啊，所以迄阵较不在乎遐小国啊。所以咱有几十个小国啊，以前咪讲中华民国啊，笑下个，拢摕咱台湾纳税人钱去啊，摕咧摕钱哦，捐发人家腰肚啊就对啦，拢摕去遐咧着，落去金钱外交啊，都变安尼啊。你中国迄阵也无咧处理啊，你小国都无效啊，对不对？反正你也毋是中华民，伫迄个联合国，吼、哦，我是正港代表啊呢，就变呢。所以你想。台湾的时阵也是喊喊啊，就搁变安尼去啦。足奇怪吼、哦！
总统伫个落来的时阵哦，美国承认迄边，佮留一个讲台湾关系法，保护咱台湾，但是毋是保护中华民国，你知道？所以呢，伫遮因共同生活的人，拢一直要甲划等号。所以这个是啥？咱无当接受的，你知影无？今日中华民国是怎样外来？要嘛你本土的，咱家己迄落起来啊！达赖喇嘛流亡于印度的心哦，伊达赖啥样？因家己有选举哦，但毋是毋印度人还没做去选啊？毋是啊，是因家己选啊！哎，毋知对，全世界有哪会相信吗？有恁的流亡迄个所在家己选，结果伊是流亡。伊袂讲伊流亡印度啊，我流亡去达兰萨拉，所以今仔中华民国伊为着保卫政权，伊中华民国伊个性命要延长啊，所以就南南互恁本土人来做位选啊。你若还没选是超过50%，国际看这个所在的民主自由啊，吼、哦，大陆有咧选举啊，咱民主都是啊，以后你选举的时呢，就用一个鸡骨头弹出来，好大个在烧鸡蹭啊。你有来选议员、选县长也好，选市长也好，选立委也好，拢有搞头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选举的时候，选对的时候吃大地嘛，选不对，选错吃小地。作为三甲的城南岛人，你过去这么回想看卖，我唔是用这个刺激你哦。你还想，咱个投票一票呢，候选人阁给30块倒等于，全世界都无的呢。咱票好，就个钱好。政党50，候选人30，蔡文生600几万票，摕一个8000多万呢。即咱纳税人的钱哦，你一个8000多万，你看唔起怎个？来，我归拢我好你慈善机构，我都贴无只来只营养午餐的只。咱占到了32.5%的学生囡啦，无法当食营养午餐。我若讲到这来，流目屎哦！国民党统治者啊，听不懂，拢几十个、几百个哦。遐肥鸟水、肥鸟是安尼，甲咱蹭哦。但咱学生也是咱台湾未来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咱的子弟哦。世世代代，咱若去了是来靠咱台湾囡仔出来之后，结果呢，一党一个硬硬，伊都无要变。你看伊的心目伫台湾无？你就知影哦。所以我拢感谢这科技起来了后，先呢，把台湾这个学生囡仔是加10块的营养午餐，但是又无欠一步，伊去研究看卖，有台北市有偌济人无当食营养午餐的无？拢有慈善机构、和庙、和教堂去认养，一般社会唔知呀。我插他们讲，我知呀。我咧在认养10个。我奇怪，政府是无钱呢，为什么来管这样？你真苦，你即个家你知影无？一般老百姓拢唔知影。你看下咧，即卖咧科比下面咧普惠啦，迄种算几百亿个啦，几十亿个啦，越来越去的。你若如果国民党你马英九，你有讲建设来咱台湾，你若要你再永续经营，你是不是要咱这学生囡仔营养午餐都免钱的？由政府来供应，你把要遐个厂商要耽误伊大呀？你把利益利益输送的这啦这人，小考一下，咱未来只朱林峰大拢有人要吃呢？结果唔是呢，帮我遐教堂教会庙宇去大呀咧负责这人代志呢？所以你看这个政府会停止吗？这个政府是不是在管理开台湾？你干啦？所以今仔各位。有几个参与台民主，我就想讲哦，恁带有一个福运滴个啦，恁带有一个福运，为什么呢？不管你哪来，你就是有机会来接受台湾民主的华丽。我要入以前，伫门口徘徊3届了嘛，含我要军号烧香，为什么？门内甲门外有很大的差别，门内甲门外可以决定我们一生的未来。我来给他去，那如果要去投民进党问我，我甲讲呢，伫咧看花啦，水也歹啊，家伫咧猜啊。台民主是咧变啥货？啊，台民主是咩啊？即中华民国伫遮60、70年啊，你有法当我赶出去吗？
啊，这人单日拢认同中华民国啊，你有法度吗？你若作些疑问出来吼，你就袂参悟啊。但是当我这里发烈心的呢，为二次大战的来个旧任何越狂，哎呦，我有这条看改变的台湾的命运啊。因为今仔日中华民国一直要拉拢民进党，拉拢着台联家，然后行动起来家，三甲做伙讲，阮才是民主自由的所在啦。由阮这个所在来决定阮的前途，阮的未来啊。用下要革命哩，要甲啥？甲美国讲来拍摄。美国长时间支持你呢，但是你有望的是时间已经到啊！你不能就地合法，你不能就地合法。包括你招军买马，你把民进党纳入这个系统，把民进党登记为中华民国民进党，人家纳入整个中华民国系统来吃咱台湾人。但是阿哥吼，你两个家底下过咱台湾，你算袂歹哦，唔是？甲咱承担人是个慢慢啦，买啥？买把刀那些一波一波啊，买红上了对面呀。这种是咱无多忍受的。几百人咱来做生意，只勤俭台打拼。今仔恁台湾啊，发展工程非洲的伊索比亚遐，维克甲大头壳的遐，迄个饲囡仔饲你的心哦，迄火神帮啊提你斩下啊！你来看这个所在，中国也讲哦，你台湾是我的吗？因为台湾今日发展是报道，咱是骑卡达车尔，拢西边住的小强户去倒厝，所以因为台湾这个所在是阮的，是虾米叫你的？你若讲的把输掉了卖出去啊？你主公，哎、欸，我若讲迄间迄阵啊，为老鼠无唔对啊？你主留着历史上的记忆怀念啦、啊。恁阿公曾有这样的老鼠没有错啦，但恁若讲的是把输掉呀，讲起来是证书呀。啊！只老鼠好人，你别个讲迄，我哪讲下吗？今仔日台湾票就是安尼啊！你今仔日有啥物叫人讲？迄是大清的呢？清朝含你中华民国含你之内有啥物关系？所以这个讲是台湾人的心哦，伫安那法律上讲袂通，别说欧日拢无用的。所以今仔今仔过瘾啊！咱今仔历史起算的时阵，今仔中华民国顶官知啊，下口也唔知啊，有一寡白毛也唔知啊。爱在出题，慢慢伊就知啊。顶个月，阮的国际记者会时，全世界偌济通讯社都安播出，有咱各有重点。空人年咱过一届遐，我讲的时哦，咱二月二八才今年，顶个月尔，阮三月十二的记者会啊，啊，我本人有过。咱个呐，甲全世界讲哦，1946年的是一月十二的时。甲咱公布迄咱的国色的时，无经过咱的印准的呢。咱也问美国，你美国受关怀吗？美国，美国你也想去当年啦？伊来讲有啊，啊有伊个欧阳国际法啦呢。哎，当然讲无，啊，事实也是无，无唔对啊。所以咱各两个，各两个国家哦，就美国甲中华民国哦，因为你美国受关怀委托者来管理下呀，你无代无志。把咱这国家拢改做中华民国，无允许阮的英俊啊，就违反国际法。所以咱个这个一定赢，为咱的建古真强稳。好像咱第一届国会时阵，咱把基础大战的咱建古真强稳的心哦。所以美国判你判咱赢。六四以来，咱大人各美国的，就是咱台民政府由咱秘书长率咱俩各赢，而美国判你也啷个接受的。美国伊毋随便来搞个呢，美国是咧国家免税呢。我当初是阮政治受难者啦，阮啊，阮一批啊。哦，你若看得到，你就知啦。我是无写较明个，阮是政治受难者。阮当初那是大家招招咧，即出国万块，讲要告美国个，因为咱知影讲你国民党是受关来通知个，啊，则无代无志，甲用戒严戒严用白色，吼、哦，甲咱糟蹋起来只。和咱的青春都无去，为了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我甲美国去了，结果那嘿，美国看你无歹受理呢。啊，当咱的秘书长伫中国大陆伊的经营的学校，有6、7年去中国啊服兵的时阵哦，伊流亡走登到咱台湾的时哦，伊发誓有生之年的时呢，要为台湾牺牲奉献。
的优先级连呐、啊，因为到命个倒倒转来，哎，奇怪，伊毋是国民党中华民国的受害者呢？伊个个人呀，啊，阮是正港受害者，个别个只，原来那呢标的不一样，各位标的不一样，因为那必须用盖用啥呢？用战争法、用国际法，加一条真重要的是人权法，搁啥呢？就是咱合约。所以这葛瑞新呢，在法律上哦，无懈可击了，对啦。美国法官的时阵哦，把他的资料看看，吼、哦，无心理都袂使呢，一定要判咱娘就是安尼啊。所以你看这呢，美国这个法律的心哦，不是讲你随便叫律师来迄落物事，不是讲咱台湾的律师啊，迄领三千个乌个白啊，乌白龙滚就对啦，你钱来我就替你变啊，管台你乌个怪白人呀。但美国不是呢，美国有一个叫滥用，你袂让听不当随便上，所以人家律师费真贵就对啦，真贵啦。所以咱今仔日伫美国法院时吼，法官伊来调查过啊。第一，美国行政部门包括总统、包括参议院，嘿，前日主代甲即阵吼，毋捌宣布安那呢，为台湾撤军啦、啊，你知吼？你程序上的心哦，你美国那么总统，无得安怎就参议院啦，拢无宣布撤军啦。啊，无宣布撤军的时候变安怎呢？美国的旧金山合约廿三条，永远加个驻军的啊，伊占领国啊。所以就列个无，伊拉克是七当哦，你七当的心哦，要结束啊。奥巴马说嘛，明年贵月我要从伊拉克撤军。要撤军时呢，还是要倒回去等。嚯，大家知影，按照战争法，我成立迄个民政府啊。伊拉克大，迄个族啊族侪，你知影无？伊一族九军八辈了，要做一个台湾民政府，毋是台湾民政府，因叫伊拉克民政府啊。来，最后美国，干来用一个民政府，用啥？在当初的时阵，伫华盛顿 DC 遐办公室的底下，即个讲你办公室搬动。我搬动无人啊，何里三个月？哦，所以呢，美国我有听你了啊，你搬动了后先哦，开始有做政府。那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就伫华盛顿 DC 甲唯一，咱台湾伫美国的时候，这个办公室，民进党也无，国民党也无，迄个是咱的对口单位。所以过今仔过来上课时，你就知影，阮个是咱，迄叫做对口单位啦。其他咧抢，迄拢无准绳啦。我问你啦，换你啦，我过日你过我的时阵，换你团什么人？啊，团阮个甲过啊，带团工，恁来要创啥？是不是呢？所以赶快啦。今仔咱就伫华盛顿 DC 遐，我那每下来去美国时呢，去华盛顿 DC 遐吼，拢会招咱的办公室遐姐姐咧，讲吼，我也是到处一游啊。从迄阵啊，生意干2010年到即阵咯，遐租金真贵，但是咱那个设计在哪呢？办公室底啊。哦，各位，那个伫讲个遮时间的问题哦，阿叔我知影先咯。关于我这个，今天用这个白色之链，这个链哈、哦，我谈到讲过啊。美国话你敢破讲哦？六十几年来，我们生活在政治炼狱之中啊。去练的时候，我去囡仔时候为了练字啊，迄用啊飘练字吼，迄开香槟啊用来反正迄牛奶来造出来吼，用甜啊泡泡来让你嘛，唔是像即卖牛奶粉啊，迄叫练字啊，用练。啊，其中咧炼丹你知影无？迄仙啦，迄仙那边迄个就炼丹啦，炼仙丹啦，又炼仙丹用这啦。哦，因为物件迄辛苦碌碌的吼，啊用来咧练啦。哎，来炼仙丹呐，吼！啊，另外呢，有政治上的炼呐、啊，政治上的炼呐、啊，就是用啥呢？用青春、用生命、用时间炼呐。为什么白色了？乌色的心哦，有时候很显然嘛。乌色的，看个足清楚的，那个乌的嘛。啊，乌的代表啥呢？负面那边嘛，白代表个青的这边嘛。哎。啊！那乌啊，你讲是乌刀啦，乌刀你拍我，我拍你是个人尔尔，无虾米啦。
啊，大部分人少少的吼，几十秒小拍，小拍你也无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白色的，我你看无，这个白色的，白色用什么？用政策，有政策杀人呢、啊，这我你看无。啊，我对一明显啦，我怕你，你怕我，你还做明显的呀？这个白色就非常的恐怖，所以叫做白色之恋哦。咱台湾经过228以后，就是和这个白色恐怖控制的时阵哦，台湾人无啥敢讲话啊。但有些时代转变啊，时代转变就是我第12年了后开始，迄阵啊，春年外年就要倒转来啊。台湾发生啥呢？这皮教授啊，遭遇到水电啊，搁有一个2月7日，伫台湾的事件啊，这水个冲击我的心咯、啊。嘿，安怎拢伫内底，伫咧关啦、啊？啊，毋知是关啥物条带，拢毋知影啦、啊。咱就等于讲，这是外来政权，应该爱走出人员啦，即爱离开台湾。哎、欸，啊，大家关啊，搁后迄个无期徒刑的啊，啊，关社会啊，吼、哦。有当拢想呢，迄想的时阵，你也想讲，若无讲有一个很大的事情，大拢戆戆济。尤其迄内底吼，伫绿岛遐，有人个判决书炸咧吼，要等啥呢？等迄个中国啊，塞迄个潜水艇吼，难人救等伊啦。伊讲伊有着迄个互国民党来关啦，吼、哦，我即想个。我幻想一下呢，讲潜水艇也来赶救啦，你看哦。啊，即嘛咱家伫台湾去来遮呢，就想好啊，这中华民国，唔爱等老蒋话跳的，那老蒋话跳下看会解决袂安尼啊？拢伫遐空虚妄想啊！甲伊叫清光里真正跳呀，啊跳了了减刑啊，有无吼？啊为了回来，但我阵内心了都无减着，因为讲我的思想到尾三党有思想哦。因为我本来判12啊，啊成绩未歹吼，成绩未歹，佫三档落啊。所以恁这吼，无做成绩好，所以佫加入变15啊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我转来是啥呢？你平教授走出去国外，啊，佫有一个报纸顶哦，讲啥呢？台湾也无政治，还无啥，我奇怪啊，咱明明伫遮咧坐，安奈讲无啊？我上个是讲白惨呢，所以我用做的资料。上一个日本转一个美国转来联合国，有一个事件了开始呢，美丽岛事件靠公开审判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阮解落来底吼一个转捩点呐。来这段以后，就我家己写车信咯，他也公布这一段的出来，所以我来底时，我记得上一个迄个时问讲，你是咧解落是安怎走出去的？这个物件安那走到美国遐去的，硬要问啦，什么人给倒下手的？你安那讲，安那引诱，我唔讲的，唔是讲。你到尾用哪呢？不但用讲的，佮到尾用电的，你知影无？你注意听一下吼，最好用电的，你知影吼？吼、哦，迄电的滋味吼，各位，你若要知影电的滋味吼，家己电看卖就知影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形容。迄、那个电的滋味就对了吼，没有办法形容。我在公开的时阵吼，这腰酸受损呐，我的两骨 S 型的呀。S 他们怎样奇怪？哦、我看呢不舒服，到尾照你搞的，嚯、哦，你两骨的 S 型的呀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个臭头膏药要用牙豆条呢，牙豆条撸上来呢，哎，撸要变，但是下骹这来家呢没有办法撸了，是啊，让它移位呀。所以我感觉几十当来的，为当时呢，从1971年到现在，我来生听，我来知影讲，我这靠国民党推的，你准备全部用推的，但我不会怨恨，我不爱开刀，人讲你爱开刀，我不爱开刀，为什么呢？开刀二分之一啊，你开了无血吼，从开到神经到半身不遂，啊，我听懵听吼，还可以行动啊。啊！若更条，我就想这国民党把咱惨无人道，把咱惨打的，所以做的东西啷个报呢？吼、哦，假这啦，啊，推这啦，安尼啦。咱东西嘛，真古锥的吼。确定啊，下课了是10点外，有一个讲叫我去楼顶呀，伊要甲倒推啦。
我讲这是呢，治标没有治本呐。我这個当时也好，治我目睭瞌咧，去再见的是较会好啦。但当我疼的时呢，我就知影，我就为台湾的一生安尼疼。外号叫啥物？我你来记吼。为什么我有这个外号？我叫起来用，刘德仁甲好诶，因为伊硬甲讲，硬甲推，包括讲无啦，真放你出去啦。你若出去一个人吼，你若搞怪，我抓入来尔。代表政府，你阿讲你，我该政治性，让你出去。你主要交代吼，三两个盗用诶，是安那用出去，那用甲美国，我死人讲就对啦。最后很无奈，搁讲安那电话我懂，所以到尾安那结人的心呢，吼。外号甲叫做沙布赖的先呢，所以我坐了引你住好诶，因为人家咱倒下手，你若讲出来，你是毋是人格无义？你去害着人，这是咱愿意做诶。咱拜托人，人受咱拜托，甲咱倒下，甲咱倒抄，甲咱倒蒙，甲咱倒迄落，咱记起来。三更半夜人咧困，我家己起来伫迄落咧作业，天光啊，我倒去爬落咧困。三个月时间，我是安尼做诶，所以既然人家倒下手，咱较会当互倒下手人受任何损害，所以我今日一手打起来，所以今日即个外号啦，叫“赖”，日本名叫日本武士啦，叫武士啊，所以连个干七八自杀了，把紧未使牺牲啦，所以我今日是大胆伫即个讲了，讲人要有人格，人绝对要有人格，有人敢倒下手。有恩在我们身上的，我们要永远报他。今天各位来接受这个华礼，这个很不简单呐、啊。不管你给老少的呢，拢受伤。我希望讲，今天咱讲的心哦，会整个改变你的。你中华民国读几十档来的册来的哦，遐拢变作废纸，你知道？各位读过？我若想到吼，中华民国来咱教历史啦，吼、哦，那是我那浪费太侪时间呢。尤其最近迄个马友平啦，讲甲迄个原住民吼，带伊十个讲代表因的，因的祖先是皇帝啦，你会记无？讲黄帝是咧祖先啦，原住民带伊啊吼，迄、那个雕牌啊，讲吼，即用咱原住民甲圣贤的迄代啊，迄个马友平的啊，迄铜牌的啊。讲是祖先呐、啊，皇帝即个虚无名，到底皇帝无皇帝咧？唔知啊，我个皇帝咧，绿帝咧，对不对？什么皇帝？所以咱从细汉去读册，读个历史呢，皇帝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，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读这废话历史有啥物内容无？都为皇帝读到即阵啦，所以浪费咱的时间。所以今天。各位啊，有这个缘分来接受这个华礼哈，我简单有时间问题哈，各位看几下先哈，迄、那个中华民国底下涉偌济哈，咧参害咱台湾人的所在，我看着哈，我简单说明，洪山招待所这个海军呢，用水雷啦，伊也拢用来浸水雷啦，伫洪山遮。我前头到咯，即马改到喜来登大饭店啦。即阮有大过，阮较早滚到新北里遮，国防部的滚到顶，搭国防部的弄里遮，就喜来登大饭店即马改起啊。伊即无爱吼，佮老嘞老嘞，互人去了啊，所以改做喜来登啦。佮来在情报处的东部湾区，伫西林南路即来遮，双子林大了，双子林即大楼，恁若伫西林南路，你要看吼，迄原来就是即、這个。东部关系啦，东部关系日本伫遮个时呢，伫二次大战，伊就是个情报所在啦。东部关系哦，结果呢，因即马天上倒转了，国民党兼伫总部来接收啦。伫油渣做保安处拢设立即大家，所以阮头陆军总部上来上海即大家，这是一个真恐怖的所在，非常恐怖的地方啦。我睏的地下室，下骹还够地下室呢。暗时啊，拢有惨叫的声音呢、啊，就是这个所在。东本原市，我讲的实在，我算二十几岁呢，少年啊，但要老兵啦、啊，老兵啊，那敢讲你知道不？吼、哦，你们现在还要去问呢、啊，还有什么审判呢、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前都没有啊。
以前来都装在布袋里面喽，绑起来叫我们去掐死一个五块钱呐、啊，那秋水算闭出来，你知道哈？贴在布袋，我掐死一个五块，掐死一块的，然后丢上卡车，就到下淡水街定掉下了。吼、哦，我在十几块，听你讲这，唔知你讲讲什么呢？哎呀，老兵全家都讲哦，这个地方啊，就相当恐怖，说了，一光阴白啊，光阴白白出来，吼、哦。啊，不过，何里你啊做迄个？你啊讲像德国有无？作些把犹太人用瓦斯加用些迄落保留条咧，按这个惊啊，赶紧哦，叫侬袂被掉去啊！过来说保密局北所了，保密局哦，你知哦？人民报咯，台北桥边这大家，迄落拢收啥呢？咱的收人家的家属要收伊，你知无？个人批评因这个铁工厂。来这个判判了财产给没收，你看看我无？你知？我阵也没收财产呐，啊，歹势，迄阵财产也无划分呐，兄弟还佫提嘞，老爸还佫提嘞吼。哦，我这七分的是免那卖啊，好个在做那总无要没收伊啊。啊呀，单独五分财产嘞，拢没收伊。啊，总结啦，财产该收收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勿紧呢，人家两个判刑啊。阿伯见我该出去枪毙，所以财产拢变异的。还过来看了吼，旁边是这南所，是这个延平南路遐总统府近咯。作些飞碟拢伫个所在咧问的，所以咧飞碟的时吼，老实讲啦，有当来讲吼，因咧中国人有作些玩弄的。有啥玩弄你知无？因为当建国军撤退以前吼，卫星照过来，就是讲迄个所在吼不能久留啊，爱关栓呐。即马选来的时喏，有人甲检举啊！迄阵有一个检举的奖金害死人啊，叫做奖金制度。作者人为了这奖金的害死作者边个人？伊讲哦，某某人就是飞碟啊，早期侵华到台湾呢。即马你阿用哦，我讲啊，真简单啦、啊。我你当时过来，啊，我了那1949年吼、哦，迄个撤退嘛。啊，我了当时啊，我是42年啊，47、48哦，我了菲律宾为日本队才走过来，拢冇紧啦。伊该用罪名啥呢？讲你吼、哦，就在咧政府军撤退以前吼、哦，你咧接受毁谍训练，赶快潜伏到台湾来啊啦！嗯，安尼有罪啦。好，即马第二件，你若讲含政府军做伙过来，讲哇，迄、那个迄边警卫怎样吼？我们警卫军做伙过来了，伊讲你就接受共匪的训练咯。随着我们政府军撤退到台湾来的，吼、哦，你安怎安怎？哎，安尼有罪啦。过来哦，较可恶哦！撤退了吼，迄边袂大只啦，中国遐袂大只，中山岛个处处要杀人哦，伊选的啦。来去用检举啦，讲哦，政府撤退的时候没有跟政府撤退过来了，就留在那边哦，接受共匪的训练啦，然后再派遣要到台湾要点入我们政府，安尼有罪啦。所以这吼，我讲吼，这吼，拢害死人足济，咱咧替足济个中国啊，早期吼。所以老蒋会记得弯弯死的情节就是安尼啦。早期是后追，做伙过来后追，以后较过来后追就对啦。会知吼？所以记得只死活只都唔知啊。按起军人讲白呀，仁义礼智信五感，过过绿岛记得只哦，我这讲未完哦，我讲者给恁看者吼。按起啊，我到尾分你伫对一呾伫这个所在只，我给恁看者哈。哦，咱就谈到这只吼，这只是迄落、迄落挂号迄落时吼，咱白虎旗啊，哦，几只咱尔尔，要咱更走路啊。台湾，你讲要改做只、迄落阿人妈共和国旗迄落，这个旗啊是这只了，哦，这只起码这只唔在有对伊啊。到民主国就是亚洲第一啦，哦，唐景松啊，哦，到尾浪杠去啊，唔在超对伊啊。伊这那是中国的，为什么呢？迄落有无南天虎地嘛？龙高哦，龙兄虎弟有无？龙是老大呀、啊。好来，我正要先看迄、那个，哦，叫阮哩迄个联合国抗争的啦，到联合国去抗争，你要看阮哩啦，带迄个联合国抗争。啊，即摆想想的吼，做懊恼的，啊，联合国要抗争啥？阮走中国大使馆抗争啦，摕迄落册，我啊，即摆想想。啊、中国下来没什么关系，咱是去抗争啥货啊？哦，啊，第一阵啊，空空戆戆，
因为讲吼，中国人干涉来冲上货，咱袂使，咱来抗争，走另外国家抗争就对了。因为伊啦代表中国嘛，啊，所以迄阵咱读个讲吼，开罗宣言甲波斯的宣言，讲才是中国的，啊，所以阮才抗争呢。即马想到吼，有够歹势，阮甲抗争啥？我来，人伊在地心哦，即张哦，全世界都要甲即张尔。我阵来少年，你有看无？好，我阵少年吼，这二楼顶悬哦，阮下骹洗衫的啦。迄阵我拍伊啊洗衫的时阵哦，带有一个洗衫师傅，我靠，请一摆。我讲，啊，你敢摕迄个相机无？翕一下做纪念。我爬去二楼甲翕啊。到我这边吼，叫公家啦。坦白讲，仁义礼智信吼，头一个迄边就是雷震咧带的。雷震恁就知影吼，第一个中国半夜看虾的反攻无望论迄个啊。吼，雷震，佮过来迄边遐吼，叫做马成峰啊，立法委员啦，伊哩。刘伯英吼，提起讲那杀陈诚以谢国人啦、啊，单行啦、啊，伊用迄种三国的心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张马术以谢国人迄个无，迄个拢有周军加灭离是人开走转来，啊，伊呢伫东北的心吼、哦，证书单行家己传转来，所以即个马成峰即个刘伯英吼讲杀陈诚以谢国人，结果杀无成的心吼、哦，老蒋人家两个哭起来。啊，但是啊，老蒋有啥物关系？唔是阮今仔课程要讲的。这以后我册内底去写啦。这目前也无人知的消息。唯一，当我伫不安处的时阵哦，带了一个姓蒋的特务啊，就是浙江奉化县的人啊。伊对于个老蒋甲因王老太夫人哦，足清楚。吼、哦，我才高兴啊尔。啊，唔是啊吼，啊，就跟你边啊，起起处处的。伊甲讲一段迄、那个。迄单贤甲老蒋甲因老母王太芬的关系，吼、哦，我听者拢唔敢讲咧。即来只讲了吼，唔知变安怎，即以后较讲了啦吼、哦。来，佮过来吼，佮这边啦，佮这边就是啥呢？佮过来遐吼，就是较大装甲副司令戴少华，啊叫做戴淑华，迄、那个有无？迄、那个司令就是迄个蒋，什么人？啊？对，苏联就蒋维国啦。但伊阵来时吼，迄、那个李阿姊来遮，但无判刑哦。好个在安那呢？因为伊政策要开出来吼，是要安那呢？反遐老贼，就国台啦、李伟遐啦，唔是要反老蒋的啦。安那反老蒋的，就早就拍掉呀，你知吼？所以伊就表明我是要反遐老贼的，安尼。啊，这偌计较呢？无台无钱吼，伫苏联台啊，伫遐咧画个迄个。伊要学迄个老蒋哦，伫苏苏北伐，你知影无？伫苏联台底下讲到迄个最高传令部，伊安尼结果一个迄个辅导长哦，总走起来把伊个枪拢背起来，甲压掉了，有趣味吼。好，佮刷人吼，佮过来隔壁就是苏东客啦，就是咱婚姻馆长迄个苏迪芬的老爸啊，哦，管管理即来遮，给隔壁啊，我过来就收即来遮。一段时间的时吼，我过来遮啦。这是我做来了吼，去美国画吧，这是白宫参观，去白宫，这是新闻处长的时候，在航班底下接触底下，吼、哦，这个落到内底吼，啊，这我遐读这时喏，这个教授啊，在迄段接迄个戈巴切夫，戈巴就苏联解体有无？迄道还没做食饭啊，就是阮这个教授啊，迄还没做食饭的，啊，伊甲办证书化，迄、那个今天的。这个题目哈，就是讲，迄个，即有哪会当讲吼，作者吼，就是咱讲讲袂完啦。迄个白色之恋吼，各位因为时间吼，老实讲两点钟无法能讲啥，对不对？我把一听了四点钟的吼，但是一开人为了早已小便啦，我免啦，因为我受过伤了的时阵吼。主要我呐精神意志集中的时阵哦，我身骨所有痛拢无去，包括我即马讲了，较歹休困哦，我还生痛安尼啊，但真袂痛，这个非常奇怪的呢。我讲上天哦，有束缚我这了，尤其我迄个电的时阵吼，迄个普通电甲电袂行呢，啊我唔知影呢，因为我咧电啊吼，有种奇怪啊个。这个电脑个，那行行啊，拢也不做梦做安尼啊。
啊，我唔知讲伊咧电哪呢？所以吼、哦，咧三个吼，其中吼、哦，伊个组长啊，叫来甲拔啊，又在个单线吼、哦，叫来拔。伊拔个伊家己倒掉吼，伊家己倒去电啊，伊也总讲无电啊。伊个表情安怎，你知影无？伊讲他妈的有电啊！哦哦哦，我暗爽讲哦，你这电掉吼、哦，伊知讲害啊。咱母女内底，我叫阿鲁吼，叫电座，电阻较悬。上天花这电阻较悬哦，迄、那个电流啊叫 S 啊 ，S 啊较强啊。啊，所以唔知的是用迄个电袂惊是，伊知讲啊，你这阿鲁悬，所以啊用双电啊，要交过心脏交叉，你知无？迄电那个怎来速度呢？所以我讲这电哦，上天哦有数，我这我唔知讲我用电，啊这阿鲁该用较悬。而今天我要参加台湾民众会时阵哦，那有机会通去上课，两点钟、三点钟，讲是不是咱一个了，搁刷了搁一个的时阵咯？哎，拢未听呢。啊，到那了休困的时阵哦，就算听。所以，甲这个所在，甲各位吼，人要有一个意志、意志，啊，意志的迄个力要集中，这个意志力会让克服克服你的病魔。尤其是有一寡人呢，就是了癌症的部分啦、啊，我讲系啊，感情掉掉吼，如果单边迄路啊，你哪呢愈想的时吼，你的抗力愈少，你愈衰弱，你也会病菌愈该侵吞你。但你当意志力的时吼，你的排斥还没战斗，安尼时阵吼，遐病魔慢慢因为你的意志力，我讲意志力会让切割病魔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我当讲较济就对啦。稍等呢。哎，稍等，我们拉到几点钟？8点半，要到8点半喽。啊，对了，等一下有一个研讨会了哈。好，因为时间问题，我能够，老板，以后有机会，谢谢各位。